佛光山凤山讲堂所属的13个分会在新春团拜活动上大秀创意，每个分会呢在会长的带领之下，用1分钟的时间展现出各个分会最具特色的新春祝福画。讲祝福话还要带动作，凤山讲堂13个分会各出奇招，把新春团拜祝福语讲得有声有色。由于每个分会只有1分钟的表演时间限制，在短时间的彩排演练下，佛光人很直接把最真诚的祝福献给大众。处事无畏，和平共存。凤山讲堂大家都为了能够服务结缘来忙碌，那今天呢，能够利用在假期的最后了，年节的最后了，我们再来一起做一个团拜。五甲五甲我最爱，五甲分会祝福大家新春吉祥。13个分会依序上台表演后，平日在幕后的香灯、文书、知兵、金刚团队也在大众掌声鼓舞中将满满的祝福说出来。人间佛教就是要把欢乐带给大众，尤其近来疫情恐慌，心里更要有佛法，才能远离恐惧。新的一年新春团拜，信众与法师在寓教于乐的欢乐声中，献上凤山讲堂各分会的祝福。人间卫视高雄综合报道。